ี๋ตีนี่คุณเจมส์ครับ说到海南鸡饭是新加坡美食之傲，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鸡饭的美味在于鸡肉的香滑和鸡油饭的油香。当然，酱油、蒜蓉、辣椒酱这些佐料也要非常讲究，许多店家都号称是照着祖传的秘方来烹煮鸡饭的。鸡饭处处可见，只要你想吃，绝对不怕吃不到。新加坡的鸡饭之所以出名，也要归功于海外艺人和游客不遗余力的大肆宣传。打从上个世纪海南人过番南来之后，鸡饭开始在本地飘香，卖了半个世纪的海南鸡饭的店家把卖鸡饭当作祖传事业看待。鸡饭是由海南人在海南岛自创的，因为好像如果是海南岛，他们不叫做海南鸡饭，叫文昌鸡饭，文昌鸡饭还是叫唐宁鸡饭，不叫海南鸡饭，这里就还就这里就叫海南鸡饭，煮法跟吃法也是不一样，像那边的鸡跟这里的鸡，那边的鸡比较硬，我们这里的鸡肉比较结实，结实，我们这里是比较爽口，比较松，饭也不一样，因为这里用的就是香米有老米。餐心米辣椒也不一样，辣椒是有搭配过后，的有调味搭配过后不一样的洗好的米沥干，烧热的锅中加入鸡油，放入蒜蓉，姜末爆香，再煮至白切鸡，这就是煮鸡饭的基本工序了。店家早年售卖竹炒暖炉，没想到鸡饭也卖出名堂来。早期在俗称海南街一带营业的店家说，海南街一带是早年鸡饭小贩聚集之地。走访海南街，我找到了一家1935年售卖小吃，59年开始卖鸡饭的店家。烧窑不能多，一路就出货点光一人，从窑回去嘛，去哪一南嘛？一人都爱南回去窑嘛。哦，一人的南都爱南回去啦。爱南回去嘛，窑。然后叫鬼的的顺名的就这么爱南鬼的那五五一家的爱南鬼的对鬼的都打鬼完了。老人家说50年代鸡饭才慢慢盛行开来，
当时小贩挑选鸡只特别流行，也自行宰杀鸡只以保证新鲜度。60年代之后，广东人也加入鸡贩战局，卖起了广式鸡贩。广东人把白切鸡放入冷水浸泡片刻，让鸡皮更加嫩滑，创制出另一番风味的鸡贩。早年鸡贩档子之所以聚集在海南街一带，不外乎是这里曾经是海南人的聚集地。要多了解海南文化和海南鸡贩，有个人非访问不可。像我们这条路哈，现在是新开的，叫做密德路，新的密头路了。以前叫海口路。海口路。为什么叫海口路呢？因为海口就是我们海南岛的，是的那个首府了。所以呢，从海口来的人都从这边登陆，所以这条路我们民间叫做海口路了。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祖先他们过关下了船之后，他们在这里，在这个海南街这里的这个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他们下了船之后啊，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啊，是到他们的亲友的家。通常是住在公社楼啊。公社楼。像公社楼，公社楼呢就是他们不见人的孤立间啊。就是一个公司楼可以住40-50个人。哇。你住的公司楼呢，公司楼里面的那些朋友啊，乡亲，他会介绍你工作。据王伯伯说，本地鸡贩先驱是王义元，他的助手莫礼瑞也做出巨大的贡献。海南鸡贩出名哈，主要就是莫礼瑞瑞记的时代了。真的是很出名。他每个早上啊，他都到他的瑞记鸡贩这个地方后面，那么那个罗里一罗里罗里的活鸡啊，就载到他后面的店，他在门口那边，他站在罗里旁边。手呢就进筐里面去抓那个鸡，是抓了之后他摸鸡的那个肛门、肚子，用手称一称鸡有多重，他看鸡的羽毛，之后 OK， 他认为这个鸡是可以了，他就放开一边。那么他挑好的鸡之后啊，他不是马上就卖了，他还要放在他瑞记的后面一个笼子里面养了7-8天，7-8天之后他认为成熟了，他才拿来杀了卖了。以前最出名的是这个瑞记，更早的是王共产。王共产就是新加坡鸡贩行业的先驱人物了。但是他之前是挑着担子挑着扁担，他的担子在海口路卖，海口街海口路叫卖啊，海口街叫卖。那么那些我们的先辈哈、从海南岛来到了红灯码头，再坐三板、到海口街那边上。上了他就挑着扁担的人销卖了，对不呀对不呀，没钱啊没钱啊，人卖了。经过了时代的变迁，店家们不断的改良，形成了具有浓烈本地风味的海南鸡贩。那么在祖辈的家乡海南岛，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是否改变了鸡贩的滋味呢？同出一脉的美食是否也变了模样了？